南明哥的洪总教练，首先恭喜总教练获得季冠军的一个王座，恭喜你。谢谢。那是不是先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心情，跟看台上的观众以及电机前面广大的南明哥的球迷朋友？首先感谢我们这一群球员哈，下半球季表现得非常杰出。那当然在这之前哦，今天虽然说大家都看好我们可以封王，但是一块石头在心里面哦。没有达到目标总是很不舒服啊！昨天还做了一个噩梦啊！什么噩梦可以讲一下？可以讲，没关系。压力太大哈，所以从床上跌下来了。也没有啦，就是整身被压制不能动这样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来访问的是南明狗的刘领队，刘领队是不是也谈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好吗？首先我要感谢兄弟象队，一直以来的发挥的这个韧性，然后也让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进步，打了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。然后另外就是，不管过去是支持蓝绿熊队，或者是现在支持南明狗 Monkeys 的球迷们，谢谢你们。距离上一个冠军已经六年了。我想六年的等待已经够久了，这次我们不会再让你们失望了，谢谢大家。领队，我还想问一下哈，下半季其实打得蛮曲折的，从上半季到下半季，从球团的角度，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讲，你觉得能够封王的关键在哪里？是不是也谈谈你个人的一个看法？当然就是我们的教练团跟球员将士用命，不管是一军的或是二军的球员，大家众志成城一起打下这个总冠军，没有问题的。我们也再次恭喜刘领队，我们总冠军战再见，恭喜你，恭喜。好，接下来是郭彦文同学。哇，这时候，哎呦，你都没有带一些香槟武器，这样，有人在跑，是不是谈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好吗？爽。跟去年也是下半季封王，去年打到最后一场，但今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？今年不一样，就是我们没有拼到最后一场才进入总冠军。林鸿毅，你根本就是不想让他接受访问。好了，在他被攻击的时候，我们先来访问一下，来，好了，小胖，谈一下好不好？在最后八月底才赶回到一军参与球队的这一项重要的任务，是不是分享一下你的感觉？首先我要谢谢队上的学长们，还有各位队友。那我们今天有这样成绩，真的是谢谢他们。然后我回来之后还可以拿到季冠军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是不是谈一下今年在二军其实待了真的有一段时间？那时候看到队友在拼了，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复杂的情绪呢？其实我心里还蛮复杂。那我也希望说以最短的时间能回到一军，然后跟他们一起打季冠军这样子。去年的总冠军战也是遭遇到统一啊，打了五场就买单了。今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？今年的话，我觉得我们成长许多。那有机会的话，然后再一较高下。好，我们也再次恭喜小胖的归队，同时也拿到了季冠军，恭喜你！谢谢。接下来的是目前联盟的全垒打王大师兄林志胜，我先塞等下逃哦，这个太。这是什么招啊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？哎，不会，哇，这个不错，这个造型不错。好，是不是先跟全朋友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心情，被这个香槟、啤酒、彩带还有刮胡膏喷到的感觉呢？好爽啊！今天谢谢球迷来球场，昨天让你们失望了，今天我们又多坏了，谢谢你们。今天比。这时候还要听到我的问题不容易。今天比赛当中有一个自打球，目前怎么样？现在超痛了，连走路都有问题。但是看起来跑得还蛮快，所以有点这个咬牙苦撑下去是吗？对啊对啊，因为想说只要赢一场就可以封王了，那我就撑下去拼到底，不管了啦。去年的总冠军战呢，打了五场就被。这个对方给淘汰掉，那今年有没有要跟同一师队复仇喊个话好吗？同一师我们来了，我们会把失去的要回来。好，我们也再次恭喜林志胜。来，接下来是詹志尧。哇，先谈一谈，这个刚才有被攻击吗？没有没有没有被攻击。
但是被访问的时候就一定会被攻击的，一定不会被攻击的。可以看吗？我这样还是很帅哦，还是认得出来是詹帅，没有问题。是不是分享一下现在的感觉？现在的感觉很感动，也很激动，对。今天这场比赛很曲折离奇，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还蛮担心的呢？一切都不用担心，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实力一定可以把这个季冠军拿下来的。球季尾声呢，也越打越好，一整年能够这么平稳的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我们有好的教练团，有好的队友，也有好的球迷们。去年的总冠军战自己打的怎么样？还记得吗？打的差强人意啊！差强人意，今年要不要讨回来呢？我一定会把它讨回来的。好，我们也再次恭喜詹志豪今年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出。接下来轮到这个球评口中弹跳能力最好的三垒手林志平，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看台上的观众，还有这个电视机前面的球迷朋友来分享一下现在的心情？尖叫三垒！今年哦，是你生涯第一次在一军出赛超过了100场。这么好的一个表现，也是这么多的一个出赛机会，是不是也发表一下你现在的感想？谢谢球迷啊，因为你们进场，所以我才有那个能力去表现，然后也谢谢教练给我的机会，谢谢。现在眼睛红红的，是香槟还是感动，还是都有好？都有，我还没有醉啊，因为这不是梦。年度的总冠军战遭遇到的对手又是统一，有没有信心能够有更好的表现？有，我会尽我全力。好，我们也再次谢谢林志平，希望他接下来有更精彩的演出，谢谢。紧接着下来轮到的是钟成佑，这是号称经典资格赛最大颗的遗珠，不过这一点不重要，球队能拿到季冠军，拿到总冠军最重要，对不对？是，没有错，因为今年我们会有队友，然后会有教练，然后有更好的球迷。今年的全垒打虽然没有去年那么多，但是打点各方面表现还是表现得相当的不错，是不是？谈谈今年你几乎是我没有记错是全队应该是出赛最多的球员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能够出赛就对球队就是一个贡献，那自己目标放在打点上面，那自己也很开心能够跟去年差不多一样打点。是，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其实过程也蛮曲折离奇的，是不是分享一下你在过程当中自己是怎么样来告诉自己的？其实过程中都非常紧张，不管是从第一局到第九局都非常紧张，那很高兴有这些队友能够把这些分数打那么多，让我有比较不会那么紧张，那能够守到最后胜利这样子。去年的总冠军战了，球队只打了5场，今年有没有信心呢？能够把这个总冠军给要回来的？真的在拿总冠军的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也再次谢谢钟成佑，谢谢。接下来轮到的是，哇，今天心情应该是比较特别的小飞机陈冠任，陈冠任是不是现在分享一下你现在的感受？谢谢所有球迷，谢谢你们。转队之后立刻能够打到季冠军，能够打进到总冠军战了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呢？是不是跟大家来谈一下？兄弟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赢了。还好，走了。今年球季其实比较可惜的是出赛场次打击数比较不够，但是能够维持一个不错的一个打击哦，是不是来谈谈你怎么样能够维持住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？我谢谢队上的所有的队友啊，谢谢他们帮助我融入球队啊，然后我也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总冠军战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？就是把拉米戈去年没有赢统一狮的，今年一定要把它赢回来。好，我们也希望陈冠任有更精彩的表现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接下来是拉米戈今年的对定龙猫曾豪驹，但曾豪驹是不是谈一下你现在的感受，尤其是身为队长哦，虽然今年一军的出赛场次是以往以来最少的一次，但是球队团队的目标能够达成，是不是谈谈你的想法？很高兴就是学弟们他们能够再让我们再有机会挑战这一次的总冠军，然后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步。是，那今年虽然在一军出赛的场次不是很多，但是我查了一下，其实你的表现还是蛮平稳的。你是怎么样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内容呢？就是以平常心啊，就是
不要去想太多，然后把握每一次的机会，这样是。那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也蛮戏剧性的，你在过程当中虽然没有上场，但是是不是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？很紧张啊，就是好、哦、会感觉到有点胃痛。去年总冠军战打得真的太短暂了，五场比赛就结束了，今年有没有信心能够把它讨回来呢？有。好，我们也再次谢谢队长哦。来，接下来是今年在投球表现非常突出的，哎呦，看起来都没有被攻击到，是不是跟大家来谈谈现在心里的感想呢？很高兴啊，就是下半季季冠军拿到了，就后面的就是投手后面，我后面就知道怎么安排自己，怎么调整，知道了。对，谢谢。今年的心情呢，跟去年来讲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呢？心情吗？对，跟去年也是季冠军，也是下半季季冠军、啊，就是差不多这样子啊。啊，可以打总冠军再长一点，就可以拿到总冠军这样子，就是梦想就是拿到总冠军。对。那去年如果没有记错，在总冠军你好像是唯一那一胜的胜投，是这样吗？对，就是。今年是不是来一个147先发呢？也可以啊，是看教练啊。对啊，你现在只要投一休三啊，不用。哦，那今年总冠军呢，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？期待吗？高兴啊，就是也是要面，就是什么？后面就是冠军的心情要调试一下就好了，是對，要有更好的表现。我们也再次谢谢王孟欣今年有新张精彩的表现，希望总冠军战来个147 ，OK。好，接下来是哇，在整个球季尾声呢，也是非常关键的角色，豪哥曾兆豪分享一下现在的心情好吗？很开心啊，但是这只是第一个阶段。那今年呢，你在整个球季的尾声呢，这个转任到先发这么临时的一个状况，怎么样有办法？还有过完投胜呢，是怎么办得到的？靠自己的意志力吧。靠自己的意志力。还有没有其他的秘诀呢？还是努力再努力啊。是。那今年的表现坦白讲有一点点开低走高啊，那后来有越投越好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或者是要特别感谢的人呢？还是感谢教练团让我有这个先发的机会，所以让我现在才有办法站在先发的这个位置。那你有多年的经验了，今年有这么多的先发的场次，也有过去那么多的后援，你自己觉得你到底是适合先发还是后援呢？只要球队需要我站在哪个位置，我就尽量把这个工作做好。那有没有什么要跟统一喊个话啊？统一去年把你们宰的在总冠军蛮惨的，有没有要把他拖回来？统一，我们来了！好，我们也谢谢豪哥曾兆豪，谢谢您。好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再回到新庄球场。